因为每一间房子啊，它就靠这个梁撑住，所以每一个狭小的空间都是独立的，所以跟这个我们这个搜寻呢，带来很大难度。因为这个东西，说实话，等不起，等不了。就如果说，底下还有就是幸存者，我们就是也是想尽快的，就是最短时间，能把他救出来。